所来被来介绍这位贵宾，是我们永远的指挥官，我们的钢铁部长陈唐山部长。陈时中部长，今天觉得很高兴，我让这个哈全台湾哈最美丽、最有魅力、上高主持的人也讲唔到话啦。你主持这久哈，唔捌看过伊讲唔到话，可能看到我会紧张啦。哦，今日看来紧张啊，所以欢喜的时候就喊唔到人就是啊吼。起码在野党，就对我按古早建设成功的代志，帮人家污蔑，吼、哦，讲白讲做乌的。起码请来讲什么南部的渔港安怎建设伤侪钱，我咧讲，大家看这种新闻爱注意，吼、哦，钱唔是单一的一个钱，你得看伊做偌侪代志。台湾这几年来讲，整体安来讲。欠上侪钱啦，吼、哦，欠上少钱啦，好、哦，到去年到疫情这样子，我们三年来，我们总共成长率是12%多，嘿，世界奇迹啦，好、哦，但是在野党无视于这样的一个成就，而且嘛，反而污蔑执政党这样的一个成绩，所以大家眼睛要睁大，好、哦，未来一定要让赖清德能够再带领我们民进党的政府，替本土的政权。继续的来努力。所来被来介绍这位贵宾，是我们永远的指挥官，我们的钢铁部长陈唐山部长。陈时中部长，欢迎欢迎。我们四幺委员是我们陈时中竞选市长的时候的总干事。金顺，哈，我们的理事长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午安。啊，是我本来想要来哈，是啊，金顺啊，捧一个场的哈，赞声一个啦。啊，无准备要讲话，啊，谈到迄个唐山县长哈，讲伊讲的时间无够，现在应该让伊讲较对啦哈。啊，无重要，另外我今天觉得很高兴。我让这个哈全台湾哈最美丽、最有魅力、上高主持的人也讲唔到话啦。你主持这久哈，唔捌看过伊讲唔到话，可能看到我会紧张啦。哦，今日看会紧张啊，所以欢喜的时候就喊唔到人就是啊吼。啊，不过这几天我常常在看，台湾现在确实整体的风气。我们执政党做得非常好，我们从以前不管是欠债欠钱，大行拢好。啊，但是呢，即马在野党，就对我按古早建设成功的代志，帮人家污蔑，吼、哦，讲白讲做乌的。即马请来讲什么南部的渔港安怎建设伤侪钱，我咧讲，大家看这种新闻爱注意，吼、哦，钱唔是单一的一个钱，你得看伊做偌侪代志，爱做什么款的。有当时啊，你在讲升级、升级、升级，升到到迄个社会文职管，升了迄无效，真正得有效益，看伊做了好啊歹，含伊需要啥，综合的判断才能够决定这事情好跟不好。台湾这几年来讲，整体安来讲，欠上侪钱啦，吼、哦，欠上少钱啦，吼、哦，到去年到疫情这样子，我们三年来，我们总共成长率。是12%多，嘿，世界奇迹啦！哦，是世界奇迹。哦，去年给咱欠个4000，哦，4600-4700亿，这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哦，但是在野党无视于这样的一个成就，哦，也对家己古早因在执政的时候拢买那死的财物啊，拢无恭维，而且嘛反而污蔑执政党这样的一个成绩，所以大家眼睛要睁大。哦，未来一定要让赖清德能够再带领我们民进党的政府，替本土的政权继续的来努力。那昨天我有听陈建仁总统，
这个我就讲了哈，这若想着家己爱的人吼，就会讲唔着话啦，还是要休工啦哈。啊，我们的院长，我提到我们在防疫的时候，我们整体社会的损失最小，啊，我们社会的死亡率最致死率最低，啊，这个有名的杂志里面做出来的一个 SY 轴里面，我们刚好都在零了，是世界的奇迹。哦，有些国家不管开放啊，开销就当的啊，死真侪人。外国家是死较少人，但是开销真侪。台湾是开销少，啊，佮死较少人。啊，这是按全民大家的努力，是好的一个治理，是一个政府的领导的能力跟全民的共识，然后大家一起形成的。防疫的成绩绝对不是单一政府能够做得到的，是大家的努力才做得到。未来还有很多类似像防疫的事情，国防也好，防疫也好，都需要好的治理跟好的一个国民的素质才能够做得越好。这次的选举，再在大家看到很多人倒果为因，欧北共果，好啊，然后哗众取宠，以为这样就能够取得政权，但是这是台湾的一个灾难，我们千万不要让这样的情形来发生。大家一定得来打拼，明年这个选举一定来倒招，老大在高山讲老卡招老店，安怎是国内招国外吼，真侪国外朋友来，吼做伙倒来，把这个票倒好嘞，让本土的政权持续，让台湾永远发光发热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